嗨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杨幂。4月22日至23日，快手光合创作者大会将在广州举办。上快手搜索“光合大会”，感受多元有用内容，拥抱真实美好生活。预祝大会圆满成功！在快手，我们一起拥抱每个独特的。嗨，我是杨幂，今天带大家看一下我工作的第一天。现在马上要开始工作了，跟我来吧。一个造型吗？就是这样一整套的满笔动物纹，冲锋衣搭配运动短裤，帽子是点睛之笔哦。看，我手上这只 Snoopy 是不是很可爱呢？它是第一只登上月球的狗狗啊，快跟我一样，把它穿在身上吧。跟大家说，今年超流行白色粗花呢元素，就像我身上这件马甲，怎么样？我就很喜欢，面料很轻，很适合夏天哟。Hello， 我又来喽。这个呢是我最后一个造型，这件无袖衬衫添加了垫肩设计和领带的小细节，帅气满分哟。看，别穿西装马甲。显瘦有层次，看背后还有小金鸡哦。今天拍摄终于结束啦，准备下班了，拜拜。这就是当你留香珠，一块试试。你这拍的。